好，各位，最近我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啊，很强啊，就是我身后这个在位于哥大达曼沙拉的这个 Nexa Lux， 它里面呢包含了很多个 brand 一起，好像有 Southshape 啊、DRS 啊、BC 啊、Reva Works， 那么他们也有做钉灯，也有做 body kit、suspension 一体式的这个体验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去探店这样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样。Let's go。首先第一个区域，好像这种 audio 啊、soundproof 这种东西，其实在这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选择。他们有 DSP 调整啊，好像我车这样子的整个改装啊，甚至是专业的这个调音的系统啊，用一个麦啊，这样子对着这样子，哇，整个东西都可以做。还有你们很喜欢的 Android Player， 来有这种 Universal 的啦，也有这种 Alpha 专用的啦，啊，都有啊。还有一个是级别大片的，够大片，你看我的手 ，Mercedes 啊、BMW 啊、Mazda 啊。这种专车专用的这种车啊，你们可以过来看，这种就是 BMW 用的机啦， Mercedes 啦，甚至是还有这个是 Mazda 的，哇哦，这个之前我都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他们后面还有做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你们的顾客的休息区啊，那么休息区看出来就是这整个哇做工的地方，那么这几个地方都是做 accessory 的，那么可以看到枪机、喇叭、soundproof 全部都是在这里做，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body kit 方面啦、啊。那么你看我们的这种 Alpha 啦、啊，他们有做这个全车改装 ，Wildfire 变 Alpha 也可以，你们自己看。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有全部好像你们Porsche 啊、Mercedes 改 Maybach 啊、Wildfire 改 Alpha 啦、啊、，Alpha 加 Model Lista kit 加 TRD kit 啊，改 LM 款啊 ，Porsche 要改 Porsche Panamera， Porsche Cayenne 啊，这些旧款改新款，全部都有做。然后像我们在后面这边呢，这个就是一个无尘间 for 钉子的房间，你看有一个砂纸的车在里面，现在准备要做钉子的东西，那么过后就要转去那边做 body kit 的东西啊。那么 body kit 呢，其实他们也是有参与到这个玻璃影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一次过来看一下。好，各位欢迎来到这个器房。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就是拿来喷射我们的这个 body kit， 好像玻璃影片的东西，好像你的车不美了，然后你要换 body kit， 顺便整车要换颜色，全部都可以做到了，一间店可以做完所有的东西，这个就是这间店最厉害的地方。好，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打磨车间，那么你可以看到补泥在打磨，然后重新设计这种东西都可以做到，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setting， 我们要拿了出来，我们要包成 carbon 啊，然后最后你拿到那个手感要很舒服啊，还是什么改装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做到在这边。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在打磨车身的地方了，这个没有改 body kit 了，客人要求整辆设过。在 conversion 的路上呢，永远跑不掉一样东西，就是改车体颜色，改车包颜色，然后车包就是我们车里面的椅子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选择有蛮多，这也是一些 demo 啊。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Hermes 的那个 bag 啊，他们的盒子就是这个橙色，很多种皮可以选择。那么你们可以选择老牛皮、年轻牛皮、母牛皮、公牛皮都可以选咯。然后还有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steering 的这个 conversion， 好像 BMW 旧款我们就可以改这种新款的下去咯，我现在旧款啊底裤这样子的啊，很难看嘛，你可以换这种 Alpha Wave Black and Play 这一种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甚至是你要改了 RM， 不可能你进去是一个多大嘛，对不对，肯定是要看回 Lexus 的咯。然后这种就是漆的部分了，什么颜色都有，或者是你的 Alpha 要喷这个 Yacht Marina Blue Austin Yellow， 这种就是 BMW 的颜色啦。那么以前我的这个 Mazda 就是这个颜色 Ceramic Metallic 啊，那么我想要喷回这个颜色我还是可以喷。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联络他们这个 Nexa Lux 的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他们全部在 Facebook 都有，他们就是位于这个 g o d a m a n s a r a 这个工业区这边，不管你是 Audio 隔音 Conversion for LM 也好， Alpha 啊这些车全部要改 LM， 全部都有做 Interior 要改按摩椅，这个牛皮要改新空顶 Body kit 全部都有做这个店、啊、所以真的是蛮屌的，所以大家敬请期待我过后在这边拍的 content。